昨天不是那个吗？这首歌好了，真的了，这首歌是我们创团第一首歌曲，在2005年某一个冬天的寒夜，哇，唰唰，这样那个耳朵，咕噜咕噜，这样那个声，没有了，就是我们在屏东旧古龙那边有问题，为了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，他叫杂浪。我们的前团长，创始团长，因为我们那天本来要练头，找你在哪里啊？在查明阁这样，就他说，我明天我们东华大学要打戏牌，我没办法过去。说啊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？你赶快来了，你都已经讲好练团时间，没办法啦，因为这个戏牌哦，没有我不行了。哎，很像厉害的，他是多少多少知道吗？159。他一直认为他是主攻手了，排球。后来他那天就没出现了，他就自然的隐居到山里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他。那天我们是在河堤，刚好有月晕嘛，很亮，月亮。然后当地的人就说：“他们的老人家不会讲月晕，就讲月亮的乳晕这样。”对。没有种族歧视啊，这男生也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昨天就是有那个月全食。对啊，月全食很大，昨天那个真的很大，真的不晓得，因为台湾主老人家说，有月晕出来的时候，部落会发生很大的事情，这样，可是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也不一定。就不知道这样。就是静观其变这样，所以昨天看到那么大的月亮，就是有点担心害怕了。对啊，害怕啊。真的月亮会掉下来，我是怕我晒太阳睡不着觉。对的，哇，真的，好了，好，我们还是带来这首歌曲，它叫做《月亮的乳晕》，谢谢大家。Yeah.
今天的林毅，其实他不是很怎么样的歌，就是很自然的一首歌曲。我请大家用正面的态度，去思考这件事情。这是我们大家人生值得去思考的。还是不要乱讲话，试一下再聊。对，发现今天我们不太适合讲人生哲学方面的议题。觉得我如果第一次表演穿得这么正式，穿衬衫，目前这是我最贵的衣服，不能再举高了会破。我年轻的时候我蛮瘦很大的，我可能在路上被人家打了一针肉毒杆菌，就这样。是吗？我好像有被打过，我打两针，不好笑。对，不好笑。哇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可以持票跟到柜台退票。哇，好了。退的时候还要再付100块。对，那个100块是我们捐给需要帮助的儿童啊那些，我们很有善心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我们代为管理这样子。好了，接下来再来这个。这首歌其实常常唱，网络上应该有人知道这首歌。那这首歌不是我的歌，这首歌是老祖他们另外一个团员叫拉巴高他的歌曲。他这首歌叫《卢凯的姑娘》。对，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人也有知道这首歌曲。啊，什么调？我不知道，丢掉了。忘掉，清晰。笑了，随随便便那个心。反正我们那个主唱音域很广，再讲一下很了不起，还会破音。好了，那个很喜欢这首歌了，我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《卢凯的姑娘》。就是喜欢你，就是转动。